疫情之下，機場雖然冇咁繁忙，但係我哋機場同業都會緊守崗位，確保服務運作暢順。就好似由我哋嘅航班引领员开始，以至所有嘅服务供应商，我哋都会用心做到最好。旅客最常问到嘅都会问防疫用品会喺边度买，例如口罩、搓手液或者最新嘅航班资讯。喺疫情期间，我哋每一日都会为同事喺简报会上面更新最新嘅资讯。咁其實喺疫情今次爆發得咁緊要，爭分奪秒，其實喺咁短嘅時間入邊咧，我要認識一個新嘅產品，到可以應用喺機場上高咧，係一個挑戰嚟噶。都希望令到每一位機場嘅使用者、職員同埋旅客咧，都可以安心使用我哋機場每一項設施。咁我哋加強咗清潔嘅，平時係兩個鐘一次，依家係一個鐘一次，希望可以減低大家感染嘅風險。今次是我飛了32年第一次要穿著全副的保護裝備在航班上面工作，大家可以不需要戴口罩，開開心心地再次去旅行，這個是我最想見到的畫面。